玉里镇青年会和旧鼓台玉里镇团委会携手合作举办网红蛋糕卷 DIY 独具创意亲子活动，吸引了很多家庭一起来参加。玉里镇青年会与救国团玉里镇团委会携手合作，举办了网红蛋糕卷 DIY 独具创意的亲子活动，吸引了许多的家庭来积极参加。讲师更是请来了手作达人李巧韵老师指导，现场气氛融洽又热闹。因为都是我的好朋友，那我之前两年我也在青年会待过，所以其实大家应该都对我很熟。那我是巧韵。应该没有我的 PPT 啦。玉里镇青年会会长张彦豪表示，青年会将持续举办类似的活动，为玉里镇的家庭带来更多欢乐与温馨。救国团玉里镇团委会表示，玉里团委会也会持续跟玉里镇的青年会等单位携手合作，为社区居民带来更多有意义的活动跟服务。哦，那我们离乡青年、返乡青年、在地青年，哦，我们都要提供给他们一些假日可以来玩的活动。网红蛋糕卷 DIY 亲子活动不仅仅让参加的家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，更凝聚了玉里镇社区的力量跟温暖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